导游是想要问 IP 在哪里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在 secret 在上面。上次讲过了啊，讲了又不听，听了又不讲。我的智商跟鱼一样，啊，不是我的记忆力跟鱼一样。我相信你的智商也跟你一样啊。嗯，安，大家安，大家安。这也是快睡着的音乐。晚安，晚安。都没烤肉吃呢。没烤肉吃，只好睡觉了。醒不醒啊？快睡着的。这有没有新事件啊？结婚的人有肉吃。那有结婚有牛排。嗯。等我一下。呵，丹弟吃肉肉。没肉肉。有。要吃肉肉，我要吃肉肉。哒哒哒哒哒，没有肉肉吃。八点啦！哒哒哒，有肉吃了，再来吃肉肉啊！小鱼肉，加吧。我们今天玩的时候是这个中秋节嘛，我相信大家都想要吃肉。对，对，所以等一下我们玩呢，我们就让大家有永久的饥饿效果。哎、欸，吃肉吧！哇，这是哇，让大家有没有可以牛排吃到撑？吃不撑啊，一直饿啊，永远会饿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中秋节就要吃烤肉嘛，啊，好，永远吃一定很爽啊！我们今天就到观众场，那等一下好饿死大家，好。哦，飘起来了！哦，是踩在这个砖上面飘。哦，换新的指令啊！哦，会起来了！哇，真！啊！摔死了！差一点！你损失了一件物品。啊！这样还会飞吗？好，这个放回来。哎，有了有了！会，这个也会，这个也会。永久饥饿八等。好高，但是其实还好，这么饿，每十秒会扣你一个鸡腿，每十秒，饿了吧？对，但是你吃那个牛排其实都会很补的，很补的，好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我测试过，稳的。好，真的。为了让大家有没有可以多多吃肉，多多吃肉，边吃肉边哭。那一开始给的肉能不能多一点啊？没有，自己去买。啊！来，我就让观众进来。有西瓜，西瓜有效果吗？哦，我被传送走了。会滑出去，瓜出去，是假的瓜。假西瓜，假龟，假西瓜，不止吃不到肉，连水果都吃不到呢。真的，好难受哦。啊！我怎么变这个了？这里踩得到吗？这里不知道踩不到，踩不到。好像有点简单。这样。啊，原来今天中秋节哦。繁星，你的麦克风。超小声。比较小声。没关系，我就小声吧。不是，是真的超小声，超级。快听不到了。嗯。哎呦。对，我今天重开机过了。哎。这样嘞。可以。那怎么刚刚还没开台前，我讲话你们都听得到？是比较小声，觉得你想睡觉这样子。嗯。哦。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快点招路工，我休息的路。你们帮忙招路啊，在那边玩。我们是测试人员，我们测试人员。测试人员，快叫测试人员。加好肉回来，超浪漫。去了。本期真真续订。这么怕呀？嘿，怎样？蹲下会飞是不是？没有碰到、這個，就是站在上面就会了，这个就会飞。哦，有点大声吗？叫什么？等一下，嘿，嘿，高幅几秒？两秒？秒？这样嘞？
哇，这西瓜很万恶、哦。西瓜，西，杰克，你好胖啊！谁胖？那西瓜上不去啦。这个不行啊，这个那是要绕吗？要绕旁边吗？那个不是我做的，你问。真的哎，好邪恶。邪恶西瓜啊！邪恶哈西瓜！你不攻杀，你攻。好好说话，好好说话。哦，这里少。死亡的脑珊瑚竟然长这样，真是。他放在墙壁，你在干什么？就是觉得他很失控。你什么都没看到。他一直都很失控。看到了。没有。我觉得我一直是安分守己的市民，你完全票他啦，最乖的那一种，你要票他，你要票他。我跟你讲，刚玩狼人杀头超痛的哦，从头到尾在滑水，不是他从头到尾一第一回合一定不知道过，然后第二回合就不知道语无伦次在攻他小，票他不管他直接票，他会说除了他以外的人都有可能是狼。这种发言，欸、我哪会说这种话？比如说我前方的八位有三只狼，这样有三只狼，是我知道。然后骑士明明发一个人金水，还怀疑他是狼，哎。除了我以外，前面的人全我感觉里面会有狼。因为你那一场还是狼，笑死。对啊，就我那一场我自己就是狼。哎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碰不到，好吧？是玩哪一个的？手机的吗？实体的，实体的，然后跟上次玩的那套牌啦，一模一样的。那牌？对啊。嗯，就刚好我们去桌游玩，刚刚又买了。狼人杀会上瘾呢。对不起啦。你怎么你都在那边乱玩，还上什么瘾？我怎么这么胖啊？我要怎么上去啊？谁跟你讲要上去的？可以绕啊，到旁边，到旁边。NR 再唱一首歌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我说怎么还没？我们先进红色。好进进红色，哎呦，会不会进去啊？进，等一下哦。你是都无法靠自己啊？红色，刚刚是碰撞。你进去了啦。所以降了，你会玩王国之战吗？我玩过一次。完蛋了！你最喜欢什么地图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玩过一个。他说他有几张地图啊？那你玩过什么地图？嗯，有地狱幽灵的，不是那个银幽灵的，啊、不是一样东西吗？地狱幽灵有什么不一样？叫他就是他了，你知道吗？他那时候发言了八分钟，还没做出决定。没有要限制那个有，我就直接跟他讲说，哎、欸，你讲太久了。哎、欸，我是很努力在表达我的意见。没有没有，你这叫做鬼打墙，你表达不出个所以来。那我找不到路，可以把它讲出来吗？很气呀、啊，超气耶、欸！最气这种。气！哎、欸，刚那个蓝色头发，刚在有聊天室说大家正在吃烤肉啦。气！哎，没有看我提示哎、欸，他完全不想理你哎。对呀、啊，我在他旁边飞给他看，他都不理我。没摔下去。哇！你把我挤下去，你超胖。我跟着你走，然后被你挤下去、啊，难怪他不跟你走。欸、可以耶、欸，可以走捷径哎、欸，我看出来你了。就这边啊，这边可以绕过来，刚好。看他们的天分了、啊，也是好好玩啊！看出来了、啊，马上堵住，马上被堵起来。掉，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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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。看出来的，看出来的。嗯，对，刚刚好。二零怎么都不讲话啊？二零，来吃肉啊！
哦，偷吃！夹吧夹吧夹吧，夹吧夹吧夹吧夹。马来西亚也会过那个吗？不会，这个会吗？会。我怎么马来西亚朋友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活动？嗯、他们没有童年。来自马来西亚的二零奖的、哦，跟我们无关，他的锅、嗯、很近哦，很近哦。马来西亚的有问题去找他。地图炮哎、欸，哇哦，稳了，我觉得我们剩下的人会很安全，全部去打。很凶，很凶。我只有一个人过，目前只有一个人过，感觉。等等，他们，他们人到了吗？有，都到了。好。嗯哼哼哼，哎，这个地方好像也可以偷师傅哦，偷师傅，你怎么一直在找偷师傅的地方？你怎么那么喜欢偷吃？还喜欢找漏洞钻啊？这人喜欢找漏洞哎、欸，真的是找一下、啊、自己又不盖，一直找漏洞，这个人哦、喔，哦，就是要测试人员啊，喜欢刁难别人。我没有刁难别人，他喜欢偷吃。偷吃不什么偷吃，那两种东西不一样啊。有了，来，那我们简简单单好不好？这个平原，好，这个八千分，好，从头到尾都会有饥饿八的效果。好，好，希望大家加油，好不好？可以尽情的吃哦。那就走起 ，Go 走走，谁是锅？哦月哇！哦，给我肉吃！要，开始饿了，开始饿了！吃了，国王吃自己，吃自己，咬自己，结婚了，结婚。200，我肚子饿了。200，这游戏有问题啊！200，太快了，我已经两个肉不见了。你自己定规则。呛起来，呛起来！你来别人家干嘛啦，酱油？我跟着你走。我在偷拿别人家东西啊。想下一层关他当小偷啊？对啊。他这个饱食度。赶快去买东西吃哦。要不要肉也集资一个人啊？需要肉也集资给一个人啊？没关系啊，了不起饿死嘛！哎、欸，这困难模式哦。对啊，这样会生怪是不是？会饿死哦，会饿死。饿到死啊！对面国王的血条不见了。很快，我们集资，本集我们集个团心。国王没血。我想说集肉。对面国王没血条啊？对啊。你是多饿？对面国王、哦、小雨更快哦！小雨加油、嗯，靠小雨了，没看到血、哦欸，出来了，他突然回血了，这里这里，小雨，来、哦，这里我们好多钱哦，本期大富大贵，小雨死了，小雨快冲，小雨快冲，我拿珍珠给他，还有我们这边超多钱，我去拿珍珠给他。有够饿哎！哇，几个就饿了三个了。好，可是我不知道这是是不是牛排的效果，就是你吃一个牛排，它饥饿不会那么快的往下掉，因为它有隐藏的那个啊，隐藏的那个，所以你那连吃它应该不会连。小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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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说连吃它的那个隐藏应该不会连加哦。对，所以你牛排就可以慢慢吃。哦，快跑啊！对面来啦！每十秒就快挖一挖，我在挖啦。会啊，他们那还没有铁镐啊。有啦，应该是有了啦。哎呦，我13块了，哇，4块钱，再给我铁，拜托。好饿啊，繁星，你是铁镐吗？没有石镐。哦，看到了直接吓到，帮你撸起来。没关系啊。我要上楼了，快中间200块等着你啊！我太欢乐，快一点！那我给你一个 ender pearl 直接下去。我有提几嘞？啊，你有啊？我你哪会有？我好意耶！对啊，哇，你头对面呢？头对面，哇，大家的台语都很好呢。
会就会哦。啊，我也会。我都要啊！恭喜你诶！啊，碎碎碎碎碎！欢喜欢喜！哇，差点饿死！都没饿死，都没饿死啊！都没饿死，快快快！一堆都是金，都是金。对，有爱金金哦，金光闪闪哦哟！还有还有，对面那两座，对对对，还有这是伪装，这是伪装，怎么都没有铁啊？哎，都换点食物好了。都换成黄金了，它都变成黄金的形状了。哎呀，要跑回去，好远。缺两块铁啊！我知道你还没有铁镐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你干嘛？你干嘛只用灰的不讲话？什么什么？你刚刚灰我不讲话？怎么还以为我没有开麦耶？人家没童年呢、啊。啊，你看我就是要确保你的麦克风是通的，对不对？才挖你的黄金。你快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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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挖。你快挖！我搞啊，你挖！我只有思考。哦，快挖！铁先留给你吧。我已经那个很要死了。我知道啊，我看得懂。快，你快挖！我看得懂，看得懂。啊哟，谁？耶，努力二。我的妈！你没有都拿去买牛排啊！你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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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挖你挖。好饿啊！这个游戏。知道王国之战。啊！有人在啪啪了，有人啪啪了。就是我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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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撞到仙人掌，撞到仙人掌。吃个。吃吃吃。肚子饿啊！还没有铁镐，都有了吧？有。应该都有了。在路上。多挖多挖。啊！黑曜石膏。黑曜石，铁夫杂货屠夫。哎呦，哎呦，一句五百颗石头哟，偷偷结婚呢，五百颗哦，鸡鸡。我操，还是想要一些特别的战术，然后会死掉的，他现在不能死了。嗯，哇，去，农田被破坏，农田小朋友。哦，你现在没有人在破坏农田的。对啊，都几岁了还在破坏农田？好了，我来收利息了。来收收收，尽量收，至少让我不会饿死吧。哎，有人来，有人来。哦，那你挖呢？王怎么来？等一下，他铁镐，他铁镐，那我不收利息。好啊，太饿了，一直在扣血。他饿到扣血，饿到扣血。那等一下看着他，他等一下就饿到死了。好惨。啊，他好忙哦。怎么了，玲玲？你要讲话啊！你这样我没听到啊。发生什么事？他变成牛排了，来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